本署于一日四时接获报案，中华三路与青莲二路口有交通事故，立即派遣警网到场查处，并协助交通疏导。经调查，施南驾驶自小客沿中华三路北往南直行，与驾驶中机车左转青莲二路之黄女，双方在路口发生碰撞。该自小客碰撞后失控，波及到西南角骑楼地停放两部自小客车，另外机车骑士黄女头部与嘴巴还有手部因有擦伤，所以送往高医救治，无生命危险。双方经酒精浓度测试，均酒测值为零，皆无酒驾之情事。信息分局呼吁用路人深夜驾车时，应注意路况，尤其行至路口时，更要减速慢行，遵守交通规则及小心驾驶，勿抢快，以免发生事故。本分局将持续针对易肇事路口加强巡守，若有发现违规，将依法取缔，以强力执法，遏止交通事故。